这个比赛注意对姊妹来报名哦。嘿，新竹竹东来的煮水饺和煮水冻。刚人家谈到要出菜加油，你本身有做过吗？唔識做過啊！唔會整啊！納多或者啲唔會煮飯。阿老唔建議人嚟食。哦，豆豆飯。哦，老師就是老師嚟嚇。挨我少秒哦。一場寂寞的戰爭，雖然蠻不一樣嘞。今朝阿記得收看，禮拜四下晝的3点，食材料理王，等來做王。